爷爷，您这意思是让我入赘当女婿，然后再吃掉他们鹏达集团？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。孟杰他不是喜欢你吗？你也不用再辛苦了，一举手就可以把他拿下。夏鹏飞，他也不可能长命百岁呀。爷爷。 这不像是您对我的教育风格。您不是说过我们李家的人不许做那种卑鄙小人，就算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吗？好，好，不愧是我们李家的好子孙，来，干！哈哈哈哈哈！ 孟杰，餐厅工作累不累啊？嗯，还好，不累。来，坐下歇一会儿。嗯，哎，小杰啊，嗯，有件事，妈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你觉得江磊怎么样啊？他人不错，长得也帅。 选男人嘛，就得选这样的人。妈，他呢，要是介绍给我的什么其他朋友，那是还可以。要做我的男朋友，他差远了。小杰啊，妈希望你幸福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你和小磊一起长大，妈很了解他，他人真的不错。妈，我呢？ 从来都没有把这个江磊当成是一个男朋友看待过，而且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真的吗？谁啊？哎呀！哎！嗯，没了，我再去拿一瓶。不不不，小超。 不要再喝了，没事儿。哎呀，小超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想喝点儿。哎，爷爷，哎呀，既然您来了。 问你点事儿吧，能不能跟我说说我爸爸妈妈的事情？我警告过你啊，别再跟我提这件事。为什么不能提啊？我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他们姓什么、名什么、干什么的，甚至别人都有他们的照片，我却没有。至少作为儿子，最基本的也应该了解吧？啊，你老爸先走的。 都是不孝子，我太伤心。我把照片全烧了，行了吧？行行行行行。听说我妈妈是您工厂的职员，别再跟我提这个事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不问了还不行吗？你这一走，我一个人多孤独啊。 爷爷，您可怜的孙子也碰到了一个……哎，我说爷爷，为什么要送我去美国呀？我不去美国该多好啊！我说你为什么要送我去美国？为什么要送我去美国？ 什么？你说，江磊的爸爸来找过你了？是啊。你真的在和他儿子谈恋爱啊？嗯。谈了多久了？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呵，但鸟先飞啊！我还是为你着急呢，这是瞎操心吗？本来是想告诉你的。
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。他是做什么的？律师啊。律师？嗯。怪不得他爸不同意呢。妈，其实伯父反对的也不是没有理由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是您生了这么一个儿子的话，愿意娶我这样子的儿媳妇吗？是我自己配不上他，条件也不好。他对你是认真的吗？不会玩玩就把你给甩了吧？妈，江磊哥不是那种人，他是真心喜欢我的。你喜欢他吗？嗯，那就行，别管他爸同不同意，妈赞成。妈，你不会是因为人家是律师，所以才赞成的吧？那当然了，比起开火车的，那开飞机当然更快一些了。妈，哎呀，别像你妈一样，这辈子过得那叫一个苦哦。总之啊，如果能遇到一个好男人，会改变一辈子的命运的。妈，我不是因为那个才喜欢江磊哥的。哎呀，妈的意思是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当然更好了。再说了，他们家境也不是很好啊，当律师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女儿还是很优秀的，一点也不比他差。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，有点不适应啊？嘿，你个丑丫头，啊，我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而已啊。妈，嗯，谢谢你这么夸奖我。你说孟杰喜欢李超？啊，他小时候就喜欢李超。没想到现在还是。其实啊，他出国留学就是为了追李超去的。他怎么一直隐瞒的啊？这丫头还真有心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千万别去问他啊。你收购了李超爷爷的工厂，孟杰气的不吃饭不睡觉，我都没敢告诉你。那都是多久时间啊？哎，都过去了啊。哎。你说这孟杰喜欢李超这件事情，咱是不是得考虑一下？哎呀，怎么会是李超啊？这就叫做三日不见，刮目相看。哎，眼镜，哎，你看，又忘了吧？找我出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叶明珠，继续跟我学设计吧。你说，是和以前一样吗？叶明珠，这里是职场，哪来那么多人情世故？你不是要做最好吗？以你现在的水平，连生存都是问题。既然不想学，那就算了。我也不想和不专业的人在一起工作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的话是真心的吗？心里有别的男人的女人，我也不会迷恋。这一点，我之前跟你说得很清楚。那我要学。好，那我之前给你的课题，尽快做好功课给我交上来。记住，这不是为你而做，是因为我需要才做的，所以你也不需要有心理负担。是导师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。
这个按照进度再进行吗？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。没有没有，一切正常。好，好。师傅，这是谁做的？我做的。你做的？这个长度不够长啊，搭接的长度都不够35倍地。谁做了？你怎么知道？ 这是常识，这是钢筋的施工规范呀。你少了规范，还压着我，我干这行很内行的。没错过。师傅，你有错了，为什么还不承认呢？谁说我错了？哎，你在争执什么？他说我切了钢筋尺度不一样，你说他？哦，好，你先下去。好。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出这个钢筋下料长度吗？ 不简单啊！你是叶明珠是不是？董事长，是的。哎，欢迎你。啊，可是，谢谢董事长。什么吧？您让我把他调到技术监督部门去啊？对。 他连个大学文凭都没有，他就是一个现场的督工哎！一个在底层混的这个丫头，他能有什么文凭啊？我看中的是他那刻苦耐劳的精神，不是一般人做得来的。再说现在我们需要用人，用自己的人。但是我怕把他放到那个位置上，底下的人会不服气。那我们用了人家就服气了。李超。 他不会无缘无故把他给招来的，那是你的想法。这李超啊，他在美国他没有白混，人家比你懂得看人，你多学学人家。去干你的事儿吧。 江律师，有客人来了。谁呀？说是叶明珠的母亲。快请他进来。女士，请。伯母你好，好久不见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您看，是应该我去看您的。 就是最近工作太忙了，一直没抽出时间来。您喝茶。我听说，你和我女儿在谈恋爱。啊，是这样的。你是真心喜欢我女儿吗？当然是真心的。你父亲不是反对吗？明珠都跟您说了。 这是你父亲给我的钱，他让我阻止你们俩来往。你回去转告他啊！我们家就是再穷，我也不会卖我自己的女儿的。我们家明珠从小吃了很多苦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这些我都完全清楚。所以说，我不管你是律师还是什么的。 我们家明珠哪点也不比你差，我们要模样有模样，要人品有人品，啊，那除了脾气大，脾气大，他随我了，是不是？那没有一点毛病呀。是，我知道这些，我都知道。你知道就好。我最讨厌的就是没有担当的男人。我问你，你不会因为你父亲反对就放弃我们家明珠？ 你说实话啊，你别耽误我们家明珠。伯母，说实话，我如果因为这个就跟明珠分手的话，我们两个人早就不在一起了。这个事情其实我一点都不知道。您放心吧，我对明珠是真心的，我是真心爱明珠的。
我就暂且相信你一回。行了，我走了，不打扰你了。哎，吃了饭再走吧。不了，把你点钱都存起来，别让我们家明珠再过苦日子了。慢走啊，伯母。伯母，叫的还挺好听的。走了。夏经理找我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好消息，夏董事长已经把你调到技术监督部门去工作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太感谢了，叶明珠啊！你现在勾引男人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你和李超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您不也知道吗？就是同学关系啊。您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？同学关系？什么程度的同学关系？上过床的同学关系吧。夏经理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。你看看你自己，眼里都快冒火了。这么激动，那就是说我说的是对的了。跟你开个玩笑。不过，男女在一起工作，阿鬓厮磨的，难免也会擦出火花。夏经理，请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。你用什么语气跟你的上司说话呢？就算是上司，也应该尊重每一位员工。你坐在经理这个位置上，说出这么肮脏的话，难道不觉得感到羞愧吗？你胆子太大了吧，哥。梦姐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明珠，是你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啊，刚好我爸让我带你今天晚上去我家吃晚饭。为什么要他去啊？怎么了？明珠是我的朋友。梦姐，还是算了吧。我今天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改天。哎，我爸都说了，一定要让我把你给带回去。你上什么问啊？一股子臭豆腐味儿。我们家从来不吃臭豆腐。是不是你在家偷吃臭豆腐？你放肆！你这种乞丐的味道不能进学校。我乞丐吗？那我要是乞丐味儿的话，你是什么味儿啊？你给我放手！两个人打一个可不算英雄，有本事咱们单挑。哎呀，你们俩别打架，打架是不文明的。好个大侠，女中豪杰。我不是大侠，我叫明珠，夜明珠。夏董太太，你说咱孟杰这孩子每天早出晚归的，你说我看着都心疼，你别把孩子累垮了呀。不会啊，磨练磨练。反正我是不放心的。先生太太，哎，小姐和少爷回来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小杰，爸。哎，你看，我把明珠带回来了。董事长。哎呦，明珠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坐啊，这你们应该都认识啊，江律师，这是他爸爸，江叔。明珠，你好久没来我们家玩了。哎，江磊，你还记得明珠吧？江叔，他小时候还在你们家住过呢，就是那个明珠啊。好好，哎，
你们两个这么看还蛮配的嘛。你们怎么都不打招呼的？哦，我们很熟悉的，我们经常见面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俩常见面吗？笑磊，我和明珠已经交往很久了，最近我们正在准备结婚。啊，真的？哎呦，这是秘密啊。是吗？啊，那恭喜你啊，江磊，你们俩还真应该结婚。谢谢。是啊是啊，你说这缘分这东西啊，真是说不定啊。志斌，你知道吗？太太，我真的什么呀？我江叔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江叔，小磊，快去啊！你没鬼去都没事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因为我爸爸一直都不同意我们两个人的婚事，所以刚才才会这个样子。不好意思，既然今天有机会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了，也请大家能够帮帮忙。我和明珠是真心相爱的。你怎么在董事长面前说我们俩的关系啊？哎，说都说了，那又能怎么样啊？我是担心你爸。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我觉得今天说挺好的，早晚得告诉你。真的？可是现在很晚了，要不然我自己回去吧。那哪成啊，越晚我越应该送你啊。快上车，上去吧。哎，安全带。董事长，你最近越来越大胆了啊！敢在我面前摔东西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我哪敢。我也不知道您什么意思，你怎么把明珠叫到家里边来了？那孩子潜质不错啊，虽然家里贫困，但是他活得很认真，看到他就像我年轻的时候。不是，我觉得怎么了？您不是说过吗？不能再让明珠这个孩子出现了呀。哎，那多久以前的事儿啊，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？再说这事儿不是都解决了吗？啊，是吧？那我是觉得奇怪，明珠这孩子挺好的，你为什么反对他们结婚呢？啊，爸，董事长，这小磊是你知道吗？他们要结婚，这是怎么可能的嘛？小磊这孩子心地善良，心软，他又心疼这些穷苦孩子。他们之间，我估计就是同情心，想结婚门儿都没有啊，董事长。还是因为孟杰，没跟孟杰结婚，你觉得挺可惜的？不会，不是，哪会呢，董事长？我也觉得那个小磊挺可惜的。但是作为人呢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欲望太高的话，那会出问题的。欲望？我这么大岁数，董事长，我哪能有什么欲望？那你为什么告诉小强他妈死的事情？你觉得小磊跟小强他们位置可以互换吗？可以互换吗？董事长，可以互换吗？对不起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对不起。我那天真的是喝多了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很后悔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两天我一直在做梦，我梦到浩明。
好比在那个悬崖上面，在那边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那个手一直在那边伸着。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给他祭拜一下？董事长说的，应该的，应该去祭拜一下，应该去。你准备一下。说真的，如果要是知道你和伯父在那儿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去吃饭的。我一进那屋，看见伯父在那儿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哎呀，你就是胆儿太小了。叶明珠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打算明天上你们家去，我要把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向你们全家人坦白，我要跟你明确关系，而且从明天开始，我要向你正式提出约会。现在不是正在约会吗？你看，多么皎洁的月亮啊！而且吹着海风，听着海浪声，多么浪漫呢！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这浪漫浪漫，我要的不是这种浪漫。那你要什么？你不知道我要什么呀？我要那种浪漫，就是那个。哎呦，你笑什么呀你？我知道了，行了吧？完事儿了？啊。我来。我知道。严肃点。哎呦！你干什么？我的妈！哎呀，难受啊！喝大了，谁昨天晚上灌我？你好，啊，你是叶壮吧？好久不见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不认识了？江磊啊，中学同学江磊。你是那全校第一那江磊是吧？哎，你现在长这么高了，哎，你来这儿是找我吗？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真的是律师吗？江磊了不起啊，小时候考试全是满分，你看现在都大律师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是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就是找一个了不起的男人嫁了。你们一个个成天的啊，让我好好学习。特别是姐，现在瞒着我们在外面跟律师交往是吧？哈哈哈，搞笑。哎，你说你一个前途无量的大律师，你怎么跟我那母夜叉妹妹交往？哎，说什么呢你？哎，同学，同学面子。明珠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。这世间女人你都见过啊？哎呦，大律师，你太客气了，本来就来吧，还买那么多东西干嘛呀？嗨，这都是应该的。真是越看越帅啊！嗯。哦，对了，叶壮，你最近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在构思创业呢。什么时候有时间去你办公室看看啊？咱俩好好喝点儿。好啊。夏强这么做涉嫌违法，是在故意陷害对方吗？我看也是违法的。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判断他到底有没有罪。不过单以现有的材料还是很难起诉的。好了，继续搜查证据吧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鹏达集团的案子，江磊可能比较了解。
而且他还是经济类案件的专家。江磊不适合参与这个案子，因为他现在就住在夏鹏飞家，这件事情要对他保密。明白了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哎，你能不能救我？好，停停停！哎呀，江磊，你看，好像有人是自己造的房子啊。是吗？哇，那种感觉一定很棒。以后等我学了设计以后，我也要自己造房子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两个就在一起。有一句话。我有一座大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那一定特别棒。喂，你干嘛？你吓死我了！这里那么多人，你想干嘛？我亲我自己女朋友一下也不行啊！哎，别想多了啊，明珠。你可真漂亮啊！我知道了，江磊，你说你是不是觉得我长得还可以，所以才喜欢我的啊？这你都知道了？喂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好了好了，我是喜欢你长得漂亮，但我更喜欢你坚强。明珠，你知道吗？其实。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累，我都想放弃了。可只要我一想到你，就把那些全忘了。真的，你给了我希望。别这么说，咱们两个是互相鼓励，互相给对方希望，而且你还给了我很多温暖呢。对，我们两个呀。就像小时候那样，永远在一起不分开。你记着，只要我们相互信任，我们就能彼此温暖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有事吗？啊，好，我现在马上回来。有事儿啊？事务所那边有点事儿，我得马上回去。没事儿，那你赶快去吧。那你自己行吗？当然了，没问题，快去。真的？啊。哎，你看那边什么？啊？喂！我走了，照顾。我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，所以说你是想我才过来的，不行吗？梦姐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喜欢你还需要理由啊？是，往往喜欢一个人是不能言表的。如果非要说一个理由的话，因为超哥是我的心里人，因为超哥长得帅，因为我需要你在我的身。别说了啊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
其实呢，那些都不能成为真正的理由，因为就算你不在我身边，我还是喜欢你。梦洁啊，你的心意呢，我知道。其实你也挺可怜的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你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有吗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你。要了吧你啊！你嚷嚷什么呢你？我把钱都给你了，你为什么总让孩子们见面见面见面的？小点声！我把钱还给你儿子，他没告诉你吗？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你不要再管了，小心你公公的待遇没有了。你说点像样的话行不行？哼！就你们家明珠，一个破技术工人，连个大学文凭都没有，还敢奢望我们家儿子？想什么呢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你不就是一个破管家吗？啊，你凭什么对我女儿挑三拣四的？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破管家！我告诉你，我是正经八百的企业管理人员。得了吧，企业管理人员，就你破管家！哎呦，别给自己戴高帽子了！我跟你说，我明确的告诉你啊，是你儿子啊，天天缠着我女儿的。还跟着我屁股后面，哎呀，左一个丈母娘，右一个丈母娘呢，哼，我烦死了！我跟你说，你气死我了！你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啊，这孩子大了，你老了，你管不了了。现如今就算是扛着大肚子当嫁妆，也很正常啊，也没有辙。你混蛋！你骂谁呢？你简直就是一个老母鸡，老母鸡！老母鸡。我还告诉你了，明珠肯定很会生小孩，很随我。你说话文明点好不好？你说点人话行吗？我跟狗说不着人话，我。你，呀，哎呦，大律师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啊，志明哥来了，到屋里谈吧。我会像亲侄女一样对待她，会像亲叔叔一样照顾她、呵护她。不不，浩宇，浩宇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她算什么？她到底算什么？算什么啊？因为看到她，会想起死去的婷婷，我大哥的女儿。婷婷真的掉在这个海里面，我在周围的渔民当中都打听过了，他们说孩子确实掉在这儿。当时孩子每天哭闹得厉害，我想带他出来散散心，可是我把涨潮这个茬给忘了，一转眼孩子就被浪给卷走了。志斌哥，你怎么了？
我先回去，我先走。 来不及擦去泪水，来不及说声想念你，来不及说一句珍重，来不及拥你在怀中，来不及说一句祝福，说再会。 来不及擦去泪水，来不及说声想念你，来不及说一句珍重，来不及拥你在怀中，来不及说一句祝福，说再会，来不及说爱你，说再会。